今天呢，我就来用这个沙来做一个荔枝沙球，它长得很像荔枝的。我们先把沙给它处理干净，要把里面的这个沙线给它抠出来。清洗一下，再给它剁成这个沙肉。现在把这个沙给它推进去。为了它更细腻、更出胶，我们就要把这个沙放到这个酒肉汁里面来，再放一点姜，放一点料酒。放点盐，放点生粉，再放一点胡椒粉。要把这个沙给它搅拌圈圈，让它起胶。现在把这个沙肉给它捏成一个小圆球，放到这个米粒这边来，给它裹上一层，这样就像一个荔枝一样了。继承油温下锅，给它炸几分钟。炸起来挺像的，吃过来。看像不像荔枝？来，你尝吃荔枝啊！多少遗憾心中留。